凱特入住的倫敦愛德華七世醫院外加強保安，有警員在門外把守。有民眾說知道消息後覺得很振奮，仲預期會帶起生 BB 的熱潮。英女王伊麗莎白二世、王夫菲納親王、王儲查理斯夫婦等皇室成員都對凱特懷孕表示高興。首相卡梅倫在社交網站上說聽到消息後非常開心，又說相信威廉王子夫婦會是優秀的父母。皇室在星期一發表聲明，指凱特嘔吐不適入院，檢查後證實懷孕。不過皇室沒有透露凱特懷孕了多久，只是說未到12週，預計要觀察幾日凱特才可以出院。威廉王子和凱特在去年4月結婚，而 BB 無論是男定女將會成為繼威廉之後的王位第三繼承人。香港寬頻電視記者金瑩報導。